两大复合体强强联手，美国打造新的工业命珠，中国早就把它变成了大白菜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浩南观点》。最近，美国军方透露了一个消息，说五角大楼和硅谷正在加强 AI 技术合作。很显然，在中国的压力下，美国军工复合体和高科技复合体准备加强联手。在美国的社会结构中，美国军工复合体和硅谷一直是两个独立的存在。双方合作呢，虽然由来已久，但是呢，因为一些事情曾经也产生过矛盾。如果要问啊，在俄乌战争和巴以冲突当中，有一个没有受到影响的实力，恐怕呢，就只有美国的军工复合体了。天量的军工订单让他赚的是盆满钵满，但他呢也面临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他的发展呢已经到达了一个瓶颈。飞机、坦克、导弹这些常规武器呢已经不足以让美国在国际社会保持领先，因为呢美国有的武器我们中国都有，甚至更好，美国没有的武器呢中国也有，想要在战力上压制中国，必须呢另辟蹊径。五角大楼背后的军工复合体可以说是世界动荡的幕后推手之一，但动荡的世界格局对硅谷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中美开启贸易战以后，几大美国高科技巨头失去了中国市场，几乎呢都损失惨重，整个硅谷也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，不得不把视线转移到美国本土。但现实是啊，即使美国本土再加上美国盟友的市场，都不一定比得上中国的市场规模。而美国本土投资者并不看好 AI 发展。雪上加霜的是，中国各大企业包括政府都在发力布局 AI 技术，投资呢更是一轮比一轮多。为了养活自己，保持竞争力，无论是科技巨头还是初创的科技公司，都盯上了美国军工。要知道呢，美国2024年军费预算高达是8860亿美元，哪怕是个零头，都够很多初创公司养活自己，甚至是更进一步。所以呢，五角大楼和硅谷这两者之间的合作，既是互补，也是妥协。互补的地方在于呢，一个有钱，一个没钱；而妥协的地方在于呢，一个有技术，一个要发展。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，推动 AI 军事化，满足美国新世纪军事力量的要求，赚美军的钱。而这样的目标呢，本质就是支持中国和中国竞争。出现这样的局面，即使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。美国社会本就畸形，各大势力和军方或多或少呢都有些关系，但硅谷和五角大楼的联合意味着呢，美国军工领域要变天了。如果双方形成合体，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是好消息，因为美国这台战争机器又多了新的战争手段，无论它是用在哪里，都是人类的悲剧。但好在啊，军工和 AI 都是无底洞，以美国现在的经济形势，能不能撑到 AI 军事化彻底完成的那一天都很难说。和美国民间资本投资 AI 军事化不同，在中国呢。AI 技术更多的是强调拓展民用市场，可能我们大家呢没有察觉，或者说已经习惯了。其实呢 ，AI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遍地开花，比如手机和汽车的语音助手，各大品牌汽车的辅助驾驶功能，各大服务商的虚拟客服等等。除了更高端的应用，普通的 AI 技术呢，在中国其实已经变成了。而为了组织中国 AI 技术往更深层次发展，美国商务部几次出台规定，限制 AI 芯片的对华出口。但好消息是啊，我们国产自研的 AI 芯片已经有了眉目，美国的封锁只能限制一时。说了这么多，最终中国和美国在 AI 技术方面的一个博弈呢，谁能更胜一筹？这一点呢，还是需要交给时间来检验。我相信啊，
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想，无论是哪颗工业明珠，还是哪个产业、哪个技术，最后呢，都能变成大白菜，变成造福人类、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。好，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，我们下期